背着我的干这么大个一个事儿，你怎么不乐了啊？来来来，你乐一个，你乐一个。有完没完？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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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给我回来！你怎么在家这么多话呀？刚才在妈那儿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说呢？啊！你不帮我说话也就罢了，还在妈那儿给我扎针儿。我扎什么针了？什么一梯三户，什么萝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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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房子有什么关系啊？萝卜。你还扎我头巾？ 是不是啊？我没脸，我在妈面前我一点面子都没有了，我一点尊严都没有了，我很没脸。你说当着你和妈我怎么说啊？说轻了吧，妈不高兴；说重了吧，你不高兴，我很为难。我在你和妈面前我就是个纸老虎，我只有在真正的老虎面前我才是个英雄。 死者是一个男性，第一死亡现场应该是在车上，后来被人拖到下面，可能想要埋掉，不知道什么原因放弃了。这是当地一个老乡发现的。这是死者车。对。兰兰，你干嘛呢？啊，我这外头正办案子呢。哎，你大哥家房子出事了，你知不知道？ 啊！我大哥家房子出事了，我不知道啊。哎呀，他现在是卖也卖不出去，租也租不出去，他都急坏了。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能不知道呢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妈，您就别跟着瞎着急上火的了啊！回去再说，我这正忙着，正办案子呢啊。你赶快问啊！哎。 你把那头抬起点来，那么低干嘛呀？晴等着成近视眼吗？这不，哎，爸，我问你个事儿呗。说，你是不是跟我妈吵架了？没有啊，你挺好的呀，没吵架呀。那天为什么你睡地下，我妈睡床上？我不早跟你说了吗？咱们家那暖气烧太热了，床上太热，躺着你知道吗？睡地下凉快。爸。 我告诉你，其实女人最好哄。嗯，你只要说点好听的，或者你给她买点什么小礼物，就能处好。我告诉你啊，嗯，我们班葛萌就是这么追女朋友的。哎，儿子，你们班同学刚多大呀，追女朋友了就？啊，不是你是不是也有这想法啊？我不感兴趣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我个儿太小。 追不着什么好的，等我个长高了，好好学习，好好锻炼，那时候时机成熟了，我再出手。哎呀，行行行行行行，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这是，这时机成熟了还出手啊？你这，你们上学天天就学这个，干什么呢？这是。哎，对了，爸，嗯，你在我那淘宝卡上充点钱呗。干嘛呀？ 我给你买瓶香水，然后你送给我妈。买香水送你妈干嘛呀？你们俩不是吵架吗？你是不是得哄哄她？喂。 我是哪位呀？我是世纪青年会所的。啊，你好。是这样，您女儿苏妍的资料我们都看过了，您什么时候有时间方便过来一下吗？好，好，那我一会儿就去吧。那好，等您来了我们面谈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啊。哎，哎呦，还挺有效率。
好。哎，您好，我是您女儿苏妍的婚姻顾问。这是资料，您看一下。哎，好，好，我。其实啊，我们这儿有很多的成功人士，比如说海归，身价千万的董事长，还有博士生啊、硕士生。因为您要求的比较急，所以我只给您约了一位，他叫秦坤，他今天已经过来了。啊，就这个，秦坤已经在这儿了。哎，对。哦，好好，那我去见见他。好，那我带您过去。哎。你好，哎，这位是文老师啊。这位是秦坤先生啊，你好，小伙子。啊，你好。哎，好，那你坐下慢慢聊。好好。这个资料上写着你1米82，我看你不止啊。啊，阿姨，啊，您女儿的资料我看过了啊，形象非常好啊，各方面条件也不错。是，啊，我女儿很优秀的，啊，她是，啊，很聪明。是事业型，非常热爱他的工作，忙啊，另外，前不久，他刚刚受了一个很深的感情方面的伤。啊，他的感情经历我不在乎，只要是单身就行。啊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可不嘛，你们这个30多岁了都。怎么会没有感情方面的经历呢？是吧？你们以后就多接触啊，经常在一块聊聊天啊，啊，看看电影啊，啊，一定要慢慢的增进了解。慢不了了。啊？如果双方觉得合适的话，我希望能尽早结婚。尽早结婚。为什么？有多早啊？一个月之内。一个月？为什么这么快呢？原因挺俗的。怎么个俗法？你说出来我听听。我爸得了脑癌，已经下了病危通知书，希望在临终前能看见他的儿媳妇，看见我们的婚礼，就这么简单。阿姨，如果您觉得合适，我可以尽快和您女儿见面。今天见面也可以。阿姨，您看行吗？啊，啊，小伙子，啊，你们这么快就……你们都还彼此不了解呢，都还不知道能不能产生爱情呢。顾不上那么多了，我爸就这么一个愿望，我一定要帮他实现。哎呦，这个事儿，我可得想一想啊。这样，阿姨。您再考虑考虑，如果觉得合适，给我打电话。我一会儿要再见一个人，好吗？好的，哎。乔，嗯，哎呀，这不是老同学吗？你说巧不巧？你说，咱们在这儿见面。是啊，你从印尼回来了？我这早回来了啊。哎啊，你上这儿干什么来了？我给闺女找个对象，啊，哦，啊，你也是给闺女找对象啊？不不，不是，这是我女朋友。啊，
您先聊着，我去那边等你。这给闺女找对象，当妈的还真得来啊！要不一不留神，同学变女婿了。哎，这话！哎呀呵！真没想到啊，静茹走了啊！都12年了啊！他这一走啊，我就特别有体会。这夫妻两个人里边，谁先走谁是幸福。刘旭这个人可算倒了霉了。啊，是。是。这么多年呐，啊，我本来想，算了，不组织家庭了，一个人了此残生吧。嗯。可是我看见周围这个邻居啊、同事、同学、朋友，哎，今天这个没了。明天那个，我没了。可不嘛，这些人活着时候，那本身就平平淡淡；死了之后又无声无息，这一个人生命他就没了。是，我不能像他们那样，我要找个年轻的，我要再活一次。哼，可不嘛，你说。人生过去老说短呐、啊、短呐、啊，不体会。突然之间，瞧咱俩这白发苍苍，啊，哎呦，一下就走到头了。你说？是啊。所以，我真是，其实我理解你。嗯，你知道我被查出什么病来了？卵巢癌晚期，医生给下了最后通牒了，还有100多天。哎，哎呀！所以你说这人生，哎，咱们呐，不坑人，不害人，不骗人，不违法，随便，爱怎么活怎么活，真的，啊。等我到了那边见着静茹，我不说咱俩见着这事儿，啊，我给你保密。保密。哎呀！适合你这个啊？什么适合我呀？两位大老板，
今天怎么那么闲？怎么没出去卖货呢？还提卖货呢？甭提了，我被人给抓了，被城管抓了。城管比城管还厉害呢，人民警察，我大姐。你怎么那么衰呀？对呀，我在大街上卖货的时候，突然就撞上我大姐了，我也不知道她干嘛去了，特奇怪。我老在最不需要碰到他们的时候，就老碰着我的这些姐姐们。哎，那你们俩这摊儿也练不了了，以后干什么呀？不知道呢，现在先玩着吧，也没什么可干的。都是你，怎么能怪我呢？就是，行行行，怪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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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倒是有一个主意，你们想听吗？哦，想听，你说吧。什么主意？我们这假发在哪儿买的？在网上。嗯，就等于咱们也能开一网店，在网上卖咱们东西。这样你看啊，咱们也不用在大街上挨冷。然后呢？然后你大姐也发现不了。对呀。哎，等会儿，万一我大姐是网警呢？不可能。一模一样，对称的，这都是。嗯，神了。这是肿瘤科吧？是的。啊，你是什么病？我是宫颈癌。啊，宫颈癌，在这儿化疗。是的。啊，做了多久了？做了两个疗程。啊，效果怎么样？医生说效果还不错，挺好的。啊，那就好了。啊。头发都掉了是吧？嗯，我的头发基本上都掉光了。啊，还有什么症状呢？做化疗？我发烧，睡不着觉。啊，吃不下东西，恶心，胸闷。啊，
够遭罪的，反正。那什么东西啊？关你啥事儿啊？哎呀！别跑，别跑，跟跟屁虫似的。吃饭就好好吃饭，你们这么折腾，待会儿胃疼啊！乖。杨霞，你们不吃了？啊，不吃了，我减肥。呵，这么瘦了还减肥？今天倒是苏妍吃的真多，从坐着就没停过嘴儿。啊，肯定是单位里头吃的不好。那你把那盘递给我。哎，你这么暴饮暴食的可不成啊，都吃胖了最近我瞅着。嗯，你多吃点根儿啊，不学。你这这么瘦还减肥。瘦啊！哎呀，什么不瘦？看着你就瘦啊！啊，这个，我正想跟你们说呀，我报了一个旅行团，要去趟海南。海南啊！哎妈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呗。带你干什么？你好好在家，你赶紧找工作吧。啊，工作我找着了。啊？找着了，什么工作呀？因为某公司特好，是不是啊？嗯，那好啊，那你就好好上班，你还跟我出去玩，你还没上班就又玩去了。大不了我不去。哎，妈，你去海南太好了，那个地儿特别好，就适合老年人，天然大氧吧，您早就应该去。是是，都说那儿好。嗯。哎，兰兰，我还忘问你了，马月怎么今儿没来呀？啊，那个马月她出差去上海了。啊，您打算去几天呀？啊，也就六七天，反正是往返都是飞机啊，顶多一个礼拜就回来了。哎，妈。您这几天是不是瘦了呀？啊？没有啊。哎，好像真的。没有。没有，是吧？那你怎么瘦下来的呀？啊，瘦了好多。哎呦，我也想减肥，我最近回来胖好几斤，就是脸上胖。什么？你就脸上胖？你身上就够胖的，哪儿不胖啊你？哎，姐，你什么时候拿苹果手机呀？给我玩一会儿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苹果手机啊？我不是我的。那是谁的？我同学的。你同学的手机怎么会在你这儿啊？我找他借的。哎，就是姐姐的，这上面还有密码呢，520。你先说，就是我爱你的意思。就是，别瞎说了。马南军，马南军，你可不许瞎说啊。不是520，520520。爸，你以后少喝点。孩子，给爸沏杯茶，浓一点啊。嗯，你给我站住！你手机怎么回事啊？我都说了是我同学的了。同学的。同学借你手机干嘛？玩呗。玩嘛。你闭嘴。那么贵的手机借你玩啊？不怕玩坏了？他有理啊，他怎么就不能借我玩了？干嘛这么大惊小怪啊？嘿，哎，男同学还是女同学呀？你到底想问什么呀？我想问是男同学还是女同学？男同学。哎，你给我回来！你
你听见没有啊？听见了。说什么？男同学给的。男同学谈恋爱怎么办呢？啊，哎呀，能吗？哎，马月，马月，别弄了，别弄了，你这睡了这么长时间地板这么硬，你今天晚上睡床上吧。我睡床上？那你睡哪儿啊？我去儿子那屋睡去。哎，你那马俊不就怀疑咱们了吗？一晚上没事儿，我就跟他说你打呼噜，我睡不着，我糊弄糊弄他。哎，来了，那咱不能天天这样啊，那以后怎么办啊？要不然明天你去买一折叠床去吧。今儿晚上就先这样，你睡床上。哎呦，这光线这么暗还看书啊，眼睛都看坏了，别看了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妈想你了，想跟你睡啊。啊，你跟我一起睡？怎么了？不行啊，你从小到大都妈带大的。那我爸呢？你爸在那屋打呼噜呢。赶紧睡吧啊，早睡早起身体好啊。官大，对不对？当然了，人家是司令。我是司令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我是啊，正规军。你是草包司令。草包他也是司令啊。你是我助手。你是由那水缸里啊爬出来的。你看这动作还爬着，我是王八呀。我是留洋回来的。啊，行行，你海龟啊，还是王八。来来来，咱们吃草莓来。鱼吧嫂，来吃草莓了啊。来，喝口水啊！真的是草莓，哎，不吃不吃。海龟呀，也比你大。那个刁大一是胡传魁的助手，就说我是胡大爷。瞧瞧这草莓多好啊，锃光瓦亮的。哎，跟你们啊宣布个事儿啊，下个礼拜。你们要是继续排练呢，恐怕就得换个地方了。换个地方？什么地方？啊，我跟小傅已经联系好了，换到他家去排。回头你们把这茶牌子、茶壶、茶杯、服装都拿到他家去，好不好？不是，干嘛上他们家去啊？我为什么呀？这个地方蛮好的嘛，我们在这惯了。是这样，啊，我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考虑啊，决定还是要到医院去做化疗。啊，大嫂，医院里边冷啊。冷了要得感冒的，感冒不好就要转肺炎，肺炎又会死掉的，晓得吧？啊，啊，来，过来，哎，来来来，小心啊！哎，大嫂，来，您坐下，您坐下，我知道小心。哎，好，我小心。不要叫我。好，谢谢您。魏校长，那你去化疗，孩子们都知道了。啊，那这六七天他们也得知道啊。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我报了个旅行团，要到三亚去，啊，去看看大海，玩几天。这么说的呀，我陪你去啊，我陪你化疗。我已经
雇了护工了，都安排好了。我们都去看，哎，到时候去看你。好，都来。护工我也陪着你。哎，问老师啊，你不是讲不看病了吗？怎么现在又改变了？哎，你就不要再问了。文校长这个决定是正确的，是对的。文校长啊，其实我们几个背后都议论呢，你早就该做化疗去，但是又不敢当面跟你说，怕你有负担。哎，是啊，这一段我也是有点变化啊。这不是前一阵子咱们不是忙着给我那个小三儿苏妍找对象吗？啊，我呢就遇见两个人啊，有一个呢是我的大学同学，啊，他老伴儿，也是去世了十几年了。那天他带个年轻的女孩子，我以为是他女儿呢，我还说呢呀，给闺女来找对象啊，他说不是，我女朋友。你这是？后来聊起来，他就说。他不愿意那么平平淡淡的无声无息的就这样走了，他想再重新活一回。嗯，这个事儿呢对我特别有触动，让我觉着能活在这个世界上真好啊。你们记得吧，有一天下雪啊，就是我刚拿着那个确诊通知书那会儿，有一天我抱着个坛子回来了，你们在门口等着，我还问我干嘛去了，记得不记得？对啊，我就坐着公共汽车漫无目的的走，哎，就健康的时候你看不见的东西呀，好像你突然就把眼睛就睁开了，你全看见了似的。我看见几个孩子穿着校服背着大书包往家走，看见民工拿着行李像是来进城打工啊，看见情侣拉着手搂着，看见一个老头啊，骑个三轮车，上面坐着他老伴儿，啊，我真是舍不得死。我就想，我不能轻易的放弃，啊，我还想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想每天早晨起来呀，看见太阳，看见小鸟，看见树发芽，看见市场上这些草莓啊，我就想能多活一天算一天，我得治。就是遇见这么个小伙子，人家给安排的，说那天就这一个啊。一看那小伙子1.8米的个儿，长得可帅了，像那韩国电视明星似的。说没别的，阿姨，我就是想早点结婚。我说干嘛那么急呀，啊，多早啊。他说1个月之内。我一听，我说干嘛呀，你这1个月你都不知道能不能产生爱情，你看看我闺女照片，你觉得差不离就想接，这哪儿成啊。啊，小伙子说没时间了啊，他爸爸脑癌啊，非要在
临走之前呢，见着他儿子婚礼，想看见他的儿媳妇儿，孩子孝顺，就想找个人凑合接吧，啊。这件事让我一机灵。你说我不是跟他爸爸一样吗？啊？光顾着自个儿能踏踏实实闭眼了，就等于不在意孩子的感受。啊？我踏踏实实走了，孩子怎么过呀？他幸福吗？我就想啊，确实，其实人的生命就这么长，是由每一天组成的。我们是走到这儿了，这一天孩子刚走到这儿，你非让他按照你走到这儿的人的想法过，那孩子不遭罪吗？你说啊，那孩子不快乐，咱们闭了眼，他的一生不幸福，那咱们不就是自私的吗？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我就想给苏妍找对象的这个事儿啊，也算了，咱们就告一段落，不管了。嗯，明白了。不找了，不找了。咱就管好自己啊，但是呢，我还是不放心我的孩子们。没准个体确实是有差异，没准我治疗了就真的能多活他个两三年儿，三五年，不止啊，不止，可以的。我想看看我们苏妍最后找个什么样的丈夫啊！我想看着我那孙女儿上大学，看着我孙子、外孙子长大，看着我这康康减肥。嗯，变成帅小伙，成家立业，看着他们让我放心的闭眼，哎，舍不得死。好好活着，好好治病。是啊，都能看到的。韦老师，哎，你过几天再去，等我把围巾织好了，你带上它。医院里冷得很耶。啊啊，我就织啊织啊，夜里想我要织哎，织也织也织也织。甜品真好吃。嗯嗯，哎，你们少吃点啊，我们这还有三个人呢。啊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彤彤，嗯，你们俩这也不上学了，都从国外跑回来了，这就叫做臭味相投，知道吗？说什么呢？说谁臭味相投呢？嗯，我们这叫同甘共苦，患难见真情，懂吗？真情真情，就你们俩最高尚，行了吧？啊！完了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别急，我货忘取了。哎呦，这种事儿你都能忘？哎呀，你别着急啊，慢点啊！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我们走了，先走了啊！嗯，慢点啊，慢点啊！
怎么样啊？哎，还能怎么样啊？难受。多难受也得坚持啊。嗯，我知道。我又给你学么了一样东西。来，把这右手伸出来，过来。这是防辐射的，这哪儿逃了呢？你这是地摊儿吧？你啊，行行行，小摊儿。你瞧，你上回给我的这个，我还带着呢，老怕掉了，我老拿手摸它去，摸着在不在？哎，这是管命的，这是防辐射的。你瞧我这热闹啊！